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汉语老师东，我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，这里的美景很多，我很喜欢到处去发现美景，以后在学习过程中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分享中国的美丽景色。我考取了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，这是我的证书，这是由 IPA 国际教师资格认证协会认证的资格证书。我有多年的中文教学经验，教过不同年龄段的学生，我们的课堂氛围是轻松愉快的，我们让学习变成一件非常美好和轻松的事情。如果你想学习中文，并且了解中国的美景和文化，欢迎加入我的课堂。希望在未来的汉语学习过程中，由我来伴你成长。